有没有要撤销这样的一个展现？有没有要
亚尼践行那个原基法二十一条自行同意权，他没有。我们希望真的这个会期，哦，不管是司法或是行政或是立法，都要看到台湾这个原住民族权益哦需要被落实保障的这一面。立法院这里希望能够赶快的修好修满，然后行政院的部分赶快把版本提出来，并且主动撤销这个亚尼的违法展现，让他必须要回到部落里面来，经过我们部落族人的讨论同意，或是我们不愿意他再继续开采，他后续的收尾以及富裕要怎么样赔偿我们的族人，哦，这些都必须要回到部落里面来解决。就是我们主道有五大的修法的诉求，包含说应该要修正过去的霸王条款，也就是矿业法三十一条条跟矿业法四十七条。我们认为为不应该，如果自愿展现本来就不是一个期待利益，就是展现如果决定驳回展现，我们认为是不应该要继续，不应该去赔偿的。然后再来是我们认为过去矿业法事实上是非常侵害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就当土地所有权人不愿意把那个土地让矿业权人开发的时候，后矿业权人可以先提存价金，就是不管你的意愿，提存价金以后就先行使用。那我们认为这也是非常侵害这个当事人，就是说侵害人民的财产权的一个行为。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霸王条款应该要把它删除。那再来我们长期的呼吁，应该要落实资讯公开跟公民参与，让那些受到影响的土地权利人、当地的居民以及部落的就原住民族，他们能够就是他们的知情同意、他们的知情，就是他们的知情权跟知商权，应该要被确实的保障。那第四点，我们也是长期的呼吁，有关矿权的申请跟矿权的展现，它的相关程序应该要更加的完备，包括前阶段的去取得相关所需要的一个同意的。取得同意，然后以及要进行相关的环评，甚至包含展现，我们都认为应该要环评。就算他最初有做过环评，展现的过程，因为矿场已经经过一二十年的开挖，事实上那个整个环境都会有非常多的改变。我们认为有必要就他后来的变化再继续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而不是再用了一二十年前的一个怀旧的环评来做。更何况台湾，就说我们认为展现也应该要做环评。那再来就是我们也认为要。相关的过程也要落实原基法二十一条，然后还有进行针对地址也应该要再做强的调查，也应该要做强化。那最后我们认为应该要去赋予主管机关实质的监督工具，去包含还应该要在提申请的时候应该要提出经济效益的评估，然后也应该要提出光矿的计划，然后还有建立环境保证金的一些相关的制度。那因为这个草案哦，其实修正的幅度非常大。那为什么还没有送到院里面哦？是因为他有开很多场的公听会。那这一次确实修正幅度很大，所以就是院里面也特别针对他的草案，整个有听过几次的报告。那草案我相信经济部这边应该公听会预告都办过了，很快就会送到院里。那我们会签给政委哦，只请政委来审查。那他列我们行政院的优先法案。那这个会期是到十二月底，可能会再加开临时会。我们一定会尽快把它送到行政的立法院去审议。我们会尽快的跟行政协调，然后把这个啊矿业法尽快的送出去。好，谢谢。好，那我们就请我们自救会的会长、副会长作为代表，递交陈情书到行政院里面。好，大家跟我一起喊。